照片可以无缝相接哦，要怎么做啊？这种手机程式 APP，还有一种程式说可以去除那个照片的背影呢，背景呢，去除照片的背景，就只剩下自己的个人照啊。画面出现的是哀家公投，公投一些规定说明，哀家公投第10、11、12号选同意，第14、15号选不同意。这5项公投案是跟哀家公投有关系，安心联盟。在维护那个传统道德伦理，还不赞成说民法规定同性恋的成同性的形成婚姻呢，希望用另外的民法以外的另外的形式来保障同性的共同经营生活的权利。还不赞成说。在那个国中小教那个同性恋的那个情爱教育啊，照片图库怎么没有？哎呀，不能弄，还可以从网络来的。照片可以无缝相接，这个叫做剪贴，剪切连贴，照片无缝编辑。